And here on The Vibe, while we feature headlining trends, we also profile people who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of culture. Next, we continue our series, The Game Makers,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ose who are helping create a legacy around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Today, we meet the designer of the Olympic torch, who says that the inspiration comes from the mindsets of the people while integrating the meaning of team spirit.设计面临的问题就一直是从无到有，都是你自己去寻找的。就是2022年的时候，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能够代表中国？是为了孕育整个冬奥的精神，非常的有激情，激情飞扬嘛。所以火炬的名字也叫飞扬。 那我觉得飞扬可能第一眼给人的感觉，它是很动感的，它很灵动，很飘逸，很向上的那种感觉。我是李杰业，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外观形象设计师。这个开端是组委会在网站上公布的，对外招标。 火炬设计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就参与进来，发动设计师1块来想。2022年冬奥的火炬，大家都知道入围的是哪个吧？知道。当时我们提交了应该有5个方案，次火之美进入了前10。他们希望其实是从原来的那个方案里头走出来，就是说更新的一些方案，可能我们真的是得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全忘掉。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探索，把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给拿掉。 如果你把中间这个芯给藏起来，你看一下，放大，从一个完全包裹的封闭的形状变成一个开放的形状啊，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开放包容、抽象化的一个表达？中间是空的，当然挑战在于说你这笔头怎么样子能够放得下那些器皿啊，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当时给拿掉之后，那我们就带来一个问题，说这个火怎么弄？ 后来我们看了一下之后，就是能不能是在这个飘带的一个边缘，我们去做这个火，这个也是很大胆的，因为这次绿色办奥嘛，其实组委会要求燃烧的系统是希望采用氢气，这个里头正好是结合了就是绿色的燃烧的这套新的系统，跟我们设计的那个理念在一起了之后，就成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火焰燃烧的一个方式。 一直讨论方案的时候，我们很痛苦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理念是有了，中空、开放啊，然后燃烧的方式都特别创新，都特别好，但是那个方案在组委会这边是被毙了大概很多回，就是当时非常绝望，就是觉得形状我们一开始给的那个设计的方案都太机械了，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形态去表达这个东西。你停一下，你转到。 对，像这个有一点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和点化了我们。林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他拿了一片树叶，就说：“哎，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这个方案不能像树叶那样，就是奔放、自由、有生命力？”其实这给我们那个启发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就观察了很多自然的植物也好，树叶也好，小小的一些植物，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它本身是不会有那种很规则的一些东西，但是它又有一个自然的之美。 把这种感觉，通过设计的方法，然后把它一个融入到一个火炬里面去。好嘞，非常完美，好，鼓掌，鼓掌，最后那个方案，通过了组委会的一个评选。 其实也是奥运里选手的感觉是非常像的。当你觉得你已经跑进了9秒多，你觉得你已经非常非常快了，你已经是在你的就是最极限了，但是人家也有可能会跑得比你快。所以你永远要做的事情就是突破自我嘛。08年如果是回顾，我觉得22年应该是眺望，眺望将来，他可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更现代的、更有科技的。 带给世界不同的一些想法。
所有这些东西会承载在这个小小的这个火炬上面，会留在人的记忆中。